哦，老车啊，天气热了啊，那中午那么热了，开车啊，温度都升高，温度升办法就是要浇水，浇这个水箱。哦，你看，浇这个水箱，哦，浇了你看，不可以打开盖子哦，会伤到眼睛哦，蒸汽会喷出来，伤到脸，伤到眼睛哦。哦，左眼本来中午。中午开车的话，开之前要先用水浇一浇这个水箱哦。水箱呢，你看都冒烟了，那个温度仪表板呢，温度升高的。中午开车了，先浇。先用水浇那个水箱，浇前半部哦。